让你既害怕又想看的短篇戏剧回来了。相信我不在的这段日子呢，朋友们可能碰到了不少匪夷所思的事情，聆听各行各业的故事。不觉得这便利商店怪怪的？究竟他们所撞见的？你真的见到鬼了？真是厉鬼！是不是拿到什么脏东西？还是他们心里有鬼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周公讲鬼之行行又见鬼，2月20号起，晚上10:30八频道。从2月17号起，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全套剧集，并下载 Millison 随心选听更多周公讲鬼的精彩内容。